Hello，我们可以进去吗？欢迎来到我们将来的新家。这是我们最近才开了三个半小时到圣安东尼奥所带回来的我们将来的行动办公室、行动家庭。那之所以会买这一台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新冠疫情非常严重，那我们觉得因为接下来这个疫情不会短时间的消失，那最安全的方法可能就是尽量开车，少搭飞机，跟少与人接触，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了这台车。好吧，事不宜迟，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先从我在用的地方开始好了。好的，这是一个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很惊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洗手台，其实非常珍贵，然后蛮深的，所以蛮深的，挺好用的，这么深、嗯、对。然后其实这一家 Pleasureway 公司他们都很擅长在改这种美国很多的这种休旅车公司露营车公司都擅长在做这样的改装。那这一家的品质是我们研究了很久，所以是非常好的，这非常的重。然后 呢这边旁边有个小桌子，旁边有个小桌子，拉起来也可以拉起来，就会成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多着一个料理区。那接下来这边就是一个两个炉台，不过大家都说呢它的火力其实不是很强，所以可能就只能煮一些简单的像是麦片啊、烧水或是泡面之类，烫烫青菜。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带个电磁炉之类的，还有大同电锅，大同电锅一定要带。那记得要是不锈钢的那一锅才可以在外锅。那这个是刚刚从邻居那里收来的，他说觉得我们因为这个穿山甲算是德州的产物，所以他希望我们在四处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叫带着他，他的英文叫做 Armadillo， 所以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Arnie， 就是 Arnold Palmer 的小名吧，大家都这样叫。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带着 Arnie 到美国四处去探险。好， you stay here。 好的，接下来转过来呢，这是一个冰箱，不是非常大，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已经够了。然后它的好处是它其实能源上有三种选择，就是一个像propane 就是甲烷，然后一个是外接电源，然后一个就是跟车子的电车子里面的电池，然后微波炉。不过我们想这微波炉应该变成我们的一些置物空间，我们比较少用微波炉。那刚刚这个也是用甲烷。那上面这边呢，它是一台冷气，不过它的耗能比较大，所以露营车公司是建议用这个车子本身的冷气，它是一台柴油车。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其实它做工很细腻，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置物空间。我也要学习如何轻装简行的出门。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床，真的呢，对，我爬上去好了。其实它非常大，看长度，我可以这样躺，可以这样躺。对，对，那它可以打平变成一个沙发，然后呢，这两块可以拿起来收起来。本身这个车它本来这边有一个小圆桌，那我们觉得它有点占空间，所以我们就把它拿起来了。然后另外呢，好，阿尼掉下来，阿尼坐好。接下来可以看到小潘哦，对，还有电视，对电视，然后它还有副 boss 音响呢，对，蛮好的。然后这边中控中心啊，就可以控制所有电动的沙发床、啊。左边这里是对，看你的我们的太阳能，太阳能的效率，还有没有在充电？对，然后这边还有，你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 DVD 蓝光，对，还有可以接 cable， 就是电视的讯号，电视的讯号，所以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其实你可以开灯，其实里面灯蛮好，蛮亮的。等一下哦。对，所以其实我们买这台车呢，
刚刚应该都开了，其实挺好的，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小潘甚至也不太需要使用他在球场的 locker， 这样是非常非常好，可以减少跟人家群聚，可能就是他去 clubhouse 把食物拿出来，我们在这边吃完，那他就上球场去打球了。接下来呢，噔噔噔，我们那时候坚持哦，先讲一下，这是一台19尺6寸的车，它的好处是可以停在几乎美国任何的停车场，所以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很难停车。那在美国露营车是可以停在像是沃尔玛的停车场，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营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虽然它比较小，但是行动上面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当当当当，这是一个湿式的厕所洗手间。那看起来虽然小，可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可以这样坐着，可以冲澡。然后这台车其实外面还有一个淋浴的，所以其实不害怕不害羞的人，你是可以穿着游泳衣，天气很热，站在外面冲澡，也可以维持这里的干燥。不过想要在这边做一个梳洗，其实还蛮舒服。然后也有一个窗户。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俩刚刚自己加上去的，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会变得每一寸都是非常珍贵。OK， 然后有个浴帘。然后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美国的 YouTuber 介绍这台车，然后大家怎么用哪一些工具来扩大这个空间的使用。好，那接下来，然后这个椅子是可以旋转过来，所以可以想象坐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可以工作的空间。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刚刚有一个电视，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想小潘将来以后应该就会在这个地方编辑潘特西系列的教学影片。然后给小潘鼓励一下，其实所有的拍摄，除了是我长进以外，所有的内容的思考，然后到字幕的制作，还有就所有的后制啊剪接，都是小潘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我们很开心听到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球技进步。干妈昨天说打了多少？他后就打负二，打负二34。所以总共73杆，总共在73-74，著名非常难打的撒哈里 Country Club 打了70+2+239-34，超级厉害。所以请大家持续的要好好练球，往你的百日目标，往你的百日目标努力。好的，然后前面这边就是一个很正常，就是这台车它就维持它原先的一个设定，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然后这是大家看到我们刚刚去购物的手套，现在在消毒，现在在变成是一个消毒区。那好处是大家可以看它很高，然后这边其实都还很多收纳的空间。那这个是布料，所以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介绍他们买一些就魔鬼粘之类的收纳网状的东西，所以可以把它贴着增加你的置物空间。好的，那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希望我们可以，如果有途中开到一些很漂亮的景色呢，小潘再考虑在那些地方制作潘特西，拍摄潘特西系列的教学影片。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很有感触，小时候小潘就是跟着爸爸还有哥哥开着一台箱型车在全台湾各地比赛。那这么多年以后呢，也许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挑战，但是我们希望呢不要害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那我们也会保护自己，请大家安心加油。好，加油。